我来自台南市学甲北门偏乡。那在当地呢，我有一个称号叫篮球甜心，你们说我甜不甜呢？谢谢。那由于呢在偏乡地区，所以我们做关怀老人家的社区服务。在这边有一些是我们真实故事，也是我们在社区把感情的真情流露。在这一点一滴的回顾中，想想你们曾经拥抱过老人家吗？你们曾经亲吻过老人家吗？你们又曾经为老人家擦拭过身体吗？如果没有在国泰，在我的这个团队中，我想我不可能有机会拥抱老人家，也亲吻我的篮球。接下来欢迎我的幸福团队出场。那我与我的幸福团队要带一段篮球舞，谢谢。Today I don'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.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. Don'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,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. Cause today I swear I'm not doing anything. I'm gonna kick my feet up and stare at the fan, turn the TV on, throw my hand in my pants. No.幸福团队让我呢从不懂爱到为爱付出，进而呢在工作中也一起散播我们的爱，也让我的梦想跟着工作一起前进。我爱你们，我们更支持你。最后呢，国泰